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消星专五来了。5.0纳塔卡池三位新角色形象，元神 4.8 前瞻总结，调香是新联动，妮露新肌肤美爆了。首先就是本期的两款新皮肤，保密果然有惊喜，妮露皮肤比想象好看多了。不过也有玩家觉得妮露这衣服看着像给仙海设计的，裙摆着看着像鱼纹，更何况还往上面点几颗珍珠，不过真的惊艳到了，买买买。话说齐凉凉小猫，你怎么和黄豆穿一条裤子？齐凉凉和妮露的皮肤都挺好看的，所以为什么不给那位亚处皮肤？卡池方面，正如之前舅舅所爆料的那样，上半那位亚妮露，下半条相思加夜兰。打算跳过的玩家可以参考下我前面透露过的 5.0-5.4 卡池安排，毕竟有火神瓶姥姥、西巴拉克等重磅角色要排队上线。有关 KFC 联动的线上物品，真的是黑红翅膀，可能大家感觉色调会有点偏深，其实主要是林妮穿的黑黑红配一起，就是感觉会偏深。不过还是感觉这个翅膀感觉没上一个 KFC 百搭，为啥要搞得上面那么多条纹啊？除了林妮还有谁比较合适吗？仆人，反正不是我喜欢的风格，感觉不如第一期的，那个时候我还没玩完，要不复刻一下吧。有关本次联动的口号文案已经有了，依旧是非常社死的，活动会在12号正式启动，想要的玩家可以提前准备下了。有关你散的联动公布，貌似外服的话散人气一直都很高，尤其是日服没记错的话。至于为啥不敢国内联动，国内的话就节奏爆炸了，光是伞兵出现在前瞻就有不少龟男刷散草99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个杯子确实蛮好看的。元神的香水联动，请问谁能想到香水婆一来就联动啊？这张图片比例会好看10000倍，真的，你真的降重，我服了，这干嘛不时装，真就有钱不挣。他们明明知道什么样好看，这下扩圈成功了，娇兰妥妥的贵妇品牌，调香师人还没出来先联动上了，有史以来排场最大的新角色了吧。怪不得你原要搞一堆时尚设计师护肤小能手的角色，千只七个纹的联动什么收上。最后是将在 5.0 版本进池的三位内塔新角色，没想到居然是赛博风格。枫丹 4.7 下半卡池的西格纹水神弗宁娜已经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，后续 5.0 纳塔的消息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。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 5.0 版本一共会有三位新角色，分别是男草大剑、女水法、四星女岩枪。之前也有提到过， 5.1 和 5.2 则都只有一个新角色。这么来看的话，在 5.0、5.2 版本则是会有五位新角色登场。而说起 5.0 三位新角色的形象以及定位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五星草大剑是小男孩，五星水系法器是少女，定位是前台 C， 在水上的移动速度很快，并且三位新角色也全都是黑皮，倒是挺符合那塔火之国的形象。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版本中，据说萧也会从新角色那里得到一把非常适合自己的专武，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。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，一切还得以官方公布的消息为准。